大家好，我是大野猪，感谢大家的点赞三连支持，让我们看看今天的消息吧。这里向大家说明一下，这张零人的卡池图片是假的，是玩家自己制作的，上面的内容全部是他个人的猜测。因为现在离零人卡池越来越近了，像这种假消息传播的实在是太厉害了。而且雷泽很有可能不会在 2.6 版本复刻，感兴趣的各位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八个蛋的这个视频，雷泽的英文 CV 出问题了。一般来说，在 CV 出现问题期间，他所配音过的角色应该是不会复刻的，参考前面奥兹。然后是很多朋友来询问的，这个联动是不是限量的？我去问过了，确实是限量的。哎呦，真的是盼星星盼月亮，官方终于把神里零人的信息发出来了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生日3月26号，有没有相同的朋友啊？提前祝零人和朋友们生日快乐。神里零人是一位周期输出型角色，说白了就是需要时间战场输出的。这是突破材料，想抽零人的朋友可以提前去准备了。普通攻击分为五段，哇，这个袖子甩的会不会自己砍到衣袖啊？一技能神里流镜花啊，如果再打得快一点就是替身使者了。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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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零人释放元素战技以后会移位，然后产生水影，水影会爆炸，对周围造成水元素范围伤害，同时会获得轮回剑花 buff， 使零人可以使用顺水剑进行范围水元素伤害攻击。在攻击的时候，零人会被赋予浪闪效果，会根据当前生命值上限提升顺水剑造成的伤害最多四成，期间提高零人的抗打断能力。从这里的描述来看，除非零人打涌动，否则在一般情况下应该需要配一个护盾型角色。元素爆发，打雷了，下雨，收衣服了，赶紧出来呀。元素爆发会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持续的水元素伤害，并且会提升角色的普通攻击伤害。个人故事，道七三凤行之一的射凤行，是我们的老婆神里凌华的哥哥，江湖人称大舅哥，当然也是很多朋友的新老公。个人爱好是喜欢工作，不会吧，你喜欢工作？个人喜欢的食物石井奶茶。我怀疑神里凌人这个角色应该是一位女性设计师设计的，而且她很喜欢喝石井奶茶，真的有这种可能诶。米哈游的女性角色应该都是男性员工设计的，而男性角色是女性员工设计的，男人更懂男人吧。凌人比较喜欢狗。都看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可以用免费的点赞三连支持一下野猪，同时祝愿大家小保底不歪，单抽出金石连双黄。最后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抽卡圆梦。关注野猪，每天会带来新的资讯和福利，谢谢大家。